这就是我们需要篮球场啦，从有框打到没有框去的。出门了，第五天，因为雨太大，雷太大，居然跟我跳电。OK, welcome back to my vlog. OK, 今天哦，要跟大家讲一个东西。今天就是我们的，本来是我妈妈的生日啦，算是一个大日子哎。结果没有想到呢，却变成马来西亚最重要的日子了。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因为呢，我国首相呢，马来西亚首相呢，就在昨天晚上十点宣布一个东西：所有的店、所有的商场、所有的吃饭的地方，还有所有的宗教场所啊、活动场所都关掉了。所以就是呢，在18号开始呢，所有东西就会关掉。所以今天是17号。Welcome back to my vlog。嗨，大家好。现在我们来到了 DSN， 几乎经过每个场所都排队排很长哎，有一个警察在外面等住我们，我们现在要进去。来，等我进去。对的 ，OK， 我们现在去 DSN， 然后够可以排就排啊，不可以排就不要排了 ，OK 啊。你可以教学一下吗？这个要怎么做？你也不会。我也不会。来机器按号码，等号码，然后叫到你给钱买PIN number，上网申请，看你中不中那个大选。现在我们来到奶迪奈啦，就是我要来买鲍鱼锅，等下午餐我要在家里自己煮，因为现在外面危险，去哪里都不对啵，是不是你讲？所以咯，我们现在去买东西吃 ，Let's go。所以现在我要来做第二件重责大任，鲍鱼菇买不到，现在我要来找，因为我的店长跟我讲这边有一个英国，看到 ？OK， 我是英国籍，现在 OK， 我们现在要来柏林摩尔来，哇，红丝，你看，来柏林摩尔，他们要烧货是，我要烧鲍鱼菇，这个去了很多店找不到鲍鱼菇。没有鲍鱼菇啊！奥利给，现在我们要去拿那个复印的东西哦。那现在这店的名字呢，叫做 AT。OK， 我们去拿东西。OK， 现在拿到这个menu，我们要拿去我的客户那边。在这个3月18号到4月1号的中间那段时间呢，就是我们没有做工的时间，就全国上下几乎除了除了 delivery 之外啦，都是没有做工的。还有那些是那个什么杂货店那些之类的，听讲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呢，就趁这个时间呢，我要来做一些非常隆重的事情，就是我要找干净我的房间。OK， 现在我要做一个，反正没有事情做嘛，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哦，就是我要绕去这个马路上面看一下，我在Johor啦，现在在柏林这个区域，我们绕去马路上面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没有车呢？对啊，我们来走啊，先慢慢来啊。OK， 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外面是怎么样。很多人应该是都躲在家里面不要出来这样子，我们就出来看一下，就不要下车了，看一下马路上面呢。
这边就一幅我画的画了，我们直接停在这边给你们看。呀，看到吗？我忘记我画哪一幅了，黄哎，我画哪一幅了？哎呀，被折掉了，没有关系。现在我们绕去学校看一下。第一次除了阴霾之外，可以严重到关学校那么多天，应该就是这一次武汉肺炎了，新冠状病毒。可是我还是有看到那个杆在里面呢。现在我要去走看那个外面的街道。这就是我们学校篮球场啦，从有框打到没有框去的，哇！由于疫情关系越来越严重，政府只好执行管制令行动。很多人都会在这段时间觉得，哇，这么多天没有做工，不是假嚼塞。但是转一个想法来讲，如果万一我们冒个这个险去工作的话，万一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赚再多的钱也只能赔在自己身体的身上。所以这段时间大家就乖乖待在家里，等待情况好转啦。呜呼！哇啊！要跑别跑别跑！ OK， 现在简单来讲呢，这个病情也是非常严重的啦。然后严重到真的马路上面是几乎剪掉一半的人。因为其实呢就是这样子的，你们为什么要躲在家里面呢？是因为担心现在户外很多地方会传染，然后也是担心有些地方传染过后我们再过去碰，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喜欢喝酒去骂骂啊，抽烟吹水啊，这样子啊。其实很多现在的这个病情呢，是因为环境也可以感染到的，然后手接触那些呢，当然是自己可以自我防备这样子啊。可是空气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去避免，只有在自己的家里面才能够确保是最安全的。目前啊，这样子啦。OK 嘞，今天就是我们的20号了。今天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找来我的妹妹，她从槟城回来陪我一起拍影片。这影片呢，就是在讲那时候每个游神的时候，我想要送你们礼物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这次就直接刚刚去催我们两个人画一张画了，送给你们，然后我签名在上面那种。嗯，你们觉得 OK 吗？跟金的交情已经有六七年之久了啦。最重要就是我的从前，就是他帮我拍摄的 video MV。然后你有什么话讲？就哦，是这样啊。就这样哦，希望以后还有更多的合作。就是我，因为我跟他讲过，就是以后不管我有什么影片，大型的、小型的，我都会找他来帮忙，就是一定会找他来帮忙，除非他真的是身在很远处，但是我一定还会邀请他，问看他你愿不愿意帮我。如果他真的是不可以 ，OK， 我们再来想别的办法。过 ，OK， 拜。OK， 今天是封城的第四天要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，就是我要下厨给我的家人吃，这是一个重大的压力。我煮给我的 chef 我都没有那么紧张，因为我家人是很喵的。你家人才不喵好吗？因为我妈妈喵，我妈妈是不给我进厨房的，因为她觉得我一煮东西就是很乱，然后又很难吃，然后又不过她够力哦，所以她永远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。在这个不能出门的第五天，因为雨太大雷太大，居然跟我跳电，跳到没有电。 Oh my god， 难得有想看的戏终于很大，结果嘞没关系咯。因为今天是不想请假，因为刚早上起来的时候有点头痛，因为这几天看电脑看的人太多了，所以要休息一下可以看点戏，结果跳电，睡觉也没有得睡，戏也没有得看。打良家妇女，黑马成功吗？快快咯 ，OK 来。然后坏掉，关掉了。可以。怎么会这样子？我也拍不到饭了。干了。呀。由于疫情持续恶化，政府没有办法的情况下，将管制令延长到4月14号，
所以呢，大家能待在家就待在家，不能待在家还是要待在家。看我的影片呢，我会出更多影片给你们看。谢谢你们，我们下一个 vlog 再见。Yeah.